今天要煮的这道菜，无论是在颜色、味道、名称，也特别合适在夏天煮、夏天吃。芒果鳕鱼，有红葱、蒜爆香，芒果。或许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目中，谢霆锋只是一个长得比较帅的厨子，毕竟很少听到他唱歌，可是只要拿上吉他，他依然是圈内最靓的仔。是的，如果不是江苏卫视把谢霆锋拉到自己的舞台上来唱歌，或许很多人都快要忘记了这家伙其实还是个很优秀的歌手。正是因为自己太优秀，所以他有底气不务正业，于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就看到了一个在厨师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谢霆锋。但是对于优秀的人来说，重点不是他是不是不务正业，毕竟只要认真起来，他们做什么都优秀。所以当他想唱歌的时候，他得到的关注依旧是顶级流量的待遇。情缘世界，有你有我，这里是螃蟹娱乐。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谢霆锋的故事。要是完全忘了姓氏，也没有本身的名字，总记得神情和语气，无字暗语。你一生中有志，我要你用意。你说这声音可像你，恋心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怎称呼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然而飞不飞一样美，古诗机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这称呼配合你在会上和荡气，改得多么入戏。谢霆锋，1980年8月29日，出生于中国香港，华语男歌手、演员、音乐创作人、青年企业家 ，PO 潮亭创始人。15岁创作第一首歌《估计错误》。1996年正式出道。1997到1999年4月，发行了《无声仿有声》《末世纪的呼声》等五张专辑。1999年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2000年参加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和举行 Vivo 力舞世界巡回演唱。2001年以《玉蝴蝶》和《世界预言》在世界音乐大奖中获全球最高销售之亚洲最畅销歌手奖。1999年凭《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获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1999、2012年分别凭《半支烟》《逆战》入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2011年以《线人》获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在从幻将飞向东方。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之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转。一声坦荡荡闹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天下哪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13亿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愿我们中国人。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
特别是那股想要创造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呈现出谢霆锋对情感的执着。他坦言，任何时候都相信爱情，爱情永远是最美的，我一辈子都会相信。这首歌传达出来的信号，就是在爱的面前别想得太多，顾虑得太多。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明白，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谢霆锋，《你的爱1999》是由李李楠作词，陈俊廷作曲，谢霆锋演唱的歌曲，收录在谢霆锋1999年9月22日由英皇娱乐发行的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中。2001年，该曲获得第六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99歌曲中。词里尽是对爱的伤痛与父亲的洒脱。如我们猜想，作者林忆楠老师正是想借着没有爱之后的无助来传达，当爱来了，记住不后退就让你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走。这段歌曲可以说是谢霆锋的心碎，难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再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变得和谢霆锋出道时完全不一样。时代久到，大家逐渐遗忘谢霆锋原来是歌手。2014年，谢霆锋创造了12道风味，邀请众多朋友一起做美食，感受风土人情。12道风味里的谢霆锋变得沉稳，在食材之间游刃有余，在方寸的厨房中神态自若，甚至还会主动的跟家人谈笑风生。20年里，人们翻来覆去的对谢霆锋的感情评头论足，根本不顾他身体里断裂的骨头和流出的血汗。10年前，他会和这群人说去你的，现在他不生气。40岁的男人好像更需要事业的稳重感和家庭的责任感，来包裹自己青春不羁的一面，舒坦和足坦，这却是他这辈子的最好场景。无所谓，何必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不是无所惧畏，不是为所欲为，我只是不想面对。